男人的浪漫。想要为马桶刷刷牙，嘴被塞爆，20秒画面网友看傻，低级趣味。三亚为林偶包的抖音，除了颜值崩坏，还有一段跟好友陈浩民大斗刷牙的20秒影片。他写下“兄弟相煎何太急啊，攀比人生”。两人呢，从正常牙刷到清洁用刷，最后出动马桶刷，直接往嘴里塞。网友的反应则是两极：变态、低级趣味、无语，有必要吗？他们变成这样，在座的都有责任啦。这是两个人加起来100岁感触的事吗？可是你底子不行，你不够强。我蛮佩服他的口才。那一刹那真的，差没吐出来而已。就笑，你们就笑。男人的浪漫。大家好，今天有个重要事情跟你们宣布，我们组团了，我们是帅气逼人组合。等一下，今天是我先说，我是帅气。你别笑，你个废物！哎啊，到底还要不要组团？组团可以，但是叫帅气逼人绝对不行。那你想个新的名字嘛？我想啊，史无前例。啊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史无前例组合，我是无前例。哈哈哈，你就是无前例。我是。What? What the? 我变错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